谁家能像谁，身上赛过火力盔，毛巾赛过猛张飞，敢染发型亮又黑，是走单闯过北，骑着楚中又把推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河边马蹄泪亲过嘴，想要灵魂啊加入冷静吧，嘻嘻哈我们冲开心，好明星转起来，敢转你就来，哎呀又到周六的晚上了，又跟大家见面了，这里是辽宁卫视为您倾力打造的爱妃来庭明星转起来，我是大鹏，你们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大家好吗，我是咪咪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长脸，掌声不用说，只要一点这么气人的你们呢，只要一点点，现在多了，还有人喊，还你小样儿呗，你、啊、谢谢啊，还装挺严肃，还是我是大长脸，你拉个大长脸，你我在这穷开心的嘛、啊嗯，对，刚才那首歌确实带给我们这种开心的气氛啊，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小小的人他也有可以风生水起的一面，这是作为平凡人最高的境界，哎，对。我觉得说得非常好，但是呢你有点片面、啊、其实无论是我们老百姓平凡人还是大明星、啊、谁都有一些烦心的事儿嘛， 对不对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要想天天穷开心有点难上加难，对、啊、就有那样自己找乐的人，像我们啊都属于平凡人嘛，我们最关心的也就是平凡人的生活，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影视作品关注的也都是这些平凡人的故事，没错，哎，我就不是平凡，那你是我是凡人那伙儿你也是平凡人，你是平常凡人，对，今天来这些大明星呢他们绝对是过硬过强、啊、我跟你说，但是他们在荧幕当中给咱们带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小人物、啊、今天呢我们明星转起来就给大家立了这样一个主题、啊、聊的就是凡人小事，平凡人，那么所以接下来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，有请。首先欢迎来自小萌豆腐厂淳朴善良的王老七夫妇蔡伟丽王小华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发花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、yeah! 大家好，王老七给大家拜年了啊老伴儿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健康。不是，大夏天的，俺两口子够实在。你说这一年我们得过多少个年啊？老给人拜年。不过看到你们大家开心，就像过年一样啊！希望今天能够在现场玩的开心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出场的呢，就是我们象牙山村里面的一对绝对时尚的夫妇，他们就是刘晓光、小素清，掌声有请。吹来过我夕阳红，你需要从容。大家好，赵四夫妇给朋友们祝大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们的钻心就是今天的这两组了，在这个乡村爱情故事里面呢饰演的小人物带给我们很多感动与快乐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明星嘉宾出场了。好，我们一位一位为大家邀请啊，首先登场的这位呢我们称他是柔美小青衣，是我们的青年演员孙艺飞，有请孙艺飞登场。孙艺飞在我们比如说大女当嫁、烈日炎炎、末代皇妃等诸多优秀影视作品，让我们欢迎孙艺飞。大家好，沈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走猫步上来的是吧，不知道我们下面的嘉宾是不是也要这样出场。好，下一位嘉宾呢，哇，青春可人，但是呢极具表演天赋啊、哎、喜剧的天赋、嗯、我们有请青年演员戴乐乐。
来，有请戴乐乐。乐乐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啊，比如说《无敌三角猫》，还有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欢迎乐乐。沈阳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戴乐乐。戴乐乐啊，欢迎戴乐乐，人家名儿起的就好。怎么呢？戴乐乐，戴乐乐，带来欢乐嘛。啊，带着大家伙乐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出场的一定也会让大家乐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。啊，这么激动呢？想不想知道你们？掌声有请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张达明。来，有请。张大明呢，曾经出演过《壮王》《宋世杰》，还有《大内密探》《零零发》，欢迎他的到来。还有地板动作的。因为达明老师呢，不仅是优秀的演员，在香港乐坛也是非常有地位的啊。有一个组合叫达明一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嘛。分开两个啊。一个分开两个啊，达明一派啊，所以呢，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玩得开心啊。那么接着下来，我们继续为大家请上这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啊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眼睛特别的小，吓我大跳，我心脸长的。让我们欢迎中国喜剧明星梁天。你是瞅不着道吗？啊！哎！好，大家好，我叫何礼健。这么低调？对啊。大家好就完事儿了。娘的，老朋友吗？都是老朋友，哎，是老朋友。那老朋友怎么回馈梁天来到我们现场呢？好的啊。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的今天现场的嘉宾就已经全部到齐了啊。